大家好，我是 Elvin。 如果你想在宝马里面找一部 stylish 的高新车，那必定是我身后这一部宝马的 X4。 它有个 sporty 的 fun grill， 有盏很漂亮的 LED 头灯，有个运动型的19寸 link， 而且它新的都是运动型的骨线，去到后面有 coupe 型的斜尾，而且最尾就会有个立体的 LED 尾灯。刚刚介绍完车身的设计，不如我们看一看个尾箱。很多客人都会问，究竟 coupe 的车型尾箱空间会不会小了呢？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尾箱空间，其实是不会小了的，容量是由525L 去到1430L。椅背就採用了三幅式設計，令到後座的乘客可以更加之方便，可以提取到尾箱的物品。好了，入到嚟我哋 X4 入面，梗係首先睇下我哋今代2020年版本 X4 有啲咩新嘅嘢啦。2020年版本嘅 X4 就配備咗 iDrive7， 包括12.3寸嘅電子錶板啦，同埋10.25寸嘅輕觸式屏幕。咁而且屏幕入面呢亦都包含埋导航系统嘅。而 iDrive7 呢都会配备埋智能语音助手嘅。不如等我示范一下。你好 ,BMW。你好，我可以提供啲咩帮助？我想泊车。我应该揀呢啲目的地中嘅边一个？一号。大新金融中心停车场已被选定。有咗呢个语音 function， 除咗触控去控制唔同嘅功能之外，我哋仲可以用声控去更加之轻松去控制唔同嘅功能，令到我哋驾驶嘅时候更加之唔需要分心。喺内饰方面，呢架车仲配备埋运动型嘅真皮太环啦，同埋运动型嘅 Fenestra 真皮座椅，仲配备埋无线充电 function， 就咁摆个电话上去，咁佢就会自动充电噶啦。咁我哋再望一望上面，呢架车亦都配备埋一个特大嘅天幕天窗。咁而且亦都配备埋可以转唔同颜色嘅气氛灯。作为一架 SAV，BMW X4 性能表现非常出色。首先佢个匹数高达184匹，同埋有300牛顿米扭力。xDrive 嘅四驱系统配合埋 Performance Control， 架车识得自行分配四个辘嘅动力比例。可变式运动转向系统 Variable Sport Steering。配合你協調太環轉向角度同埋幅度，令你駕駛嘅時候更加之暢順。長軸距同埋短前後嘅懸掛，令你無論喺市區定係山路都有極致嘅駕駛體驗。多謝大家今日收睇我哋 X4 嘅介紹，希望大家對依架車有更深嘅了解。大家記得留意我哋最新嘅動態，我哋 BMW 會為你介紹更多嘅車款。Thank you。